若能进不去，那人不轻易对峙，顺势而退，居安思危。感情本就无奈，早就曾领会，何必分出谁错谁对。再会交兵自然也杜绝了无边烦恼，于是乎可避免发生局势，那个赢了吃香喝辣，真是这样吗？过于认真让彼此都难堪，太冲动恶意相勾，所以爱伤害成此，沉默寻深情缘由。结了冰水也会变得坚利如铁，炸出的血像蒸杯装，穷穷几里天灵，这还是违规，祈求着烧草啊，消除掩埋，别让那天空一片撕毁，瞳孔看见全是忧，年轻